咬得很清晰，收得也要很干净。强盗新兵来作祸，乱夺我是非物与金钱，倘若财物碎了，原也未必的害人结仇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上两次课呢，我们教授了凤欢超的原版头落的两段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说说后面的两段流水。那我先给你们唱一遍。母亲不活心太偏，女儿言来听根源，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亲爸最危险，人生不知故见，免活在水上就也枉然。来我们试一下啊。母亲不活心太偏，女儿言来听根源，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亲爸最危险，人生不知不觉也免活在世上就也枉然。刚刚听到的啊，母亲不活心太偏，还是之前说的低了的音儿啊。母亲不活心太偏，女儿言来听根源，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亲爸最危险，人生不知不觉连绵活在世上就也枉然。来咱们一个一个唱好不好，我们从小朋友开始来。母亲不活心太偏，女儿言来听根源，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亲爸最危险，人生不知不觉也免活在世上就也枉然。还不错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小孩的气息他的控制要相对差一点，包括活在这些他控制力就差，他还会唱着活在水上，活在，一定要注意，就是活在对字出来的字，这个韵腔的过程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就跟我们无论是所有的什么事情，结果当然重要，但是实际上更享受的是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把这个过程要唱得很圆很满，这样我觉得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咱们继续下一个，好。母亲不活心太偏，女儿言来听根源，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亲爸最危险，人生不知不觉连绵活在世上就也枉然。有点自己赶了自己，就是越唱越快啊，就是一个节奏的掌握，就是人生不知不觉，人生不要这个硬的弯儿啊。来张杰咱们试一下来。母亲不活心太偏，女儿言来听根源，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亲爸最危险，人生不知不觉也免活在世上就也枉然。唱得不错，但是我知道你在刻意的去找一些字与字之间的过程，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的流水，我们的板头一定要稳，不是说我在找过程的时候，我们这个节奏就忽快忽慢，这个一定要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注意。那我们继续往下啊。强盗新兵来作乱，不过是为物与金钱，倘若财物碎了，原也未必的害人结仇怨，倘若女儿不早男爹娘回来的团圆，倘若是女儿走了男爹爹，他定要问一番，至今趁了儿心愿，落一过亲伯的身儿，我也喊小九泉。来，咱们三个人啊，一块试一下。来，强盗新兵来作乱，不过是为物与金钱，倘若财物碎了，原也未必一定害人结仇怨，倘若女儿不早男爹娘回来的团圆，倘若是女儿走了男爹爹，他定要问一番，日今趁了儿心愿，落一过亲把的身儿，我也喊小九泉。整体不错，在唱流水的过程中，我觉着尤其是这种数字儿的感觉。强盗新兵来作乱，不过是为物，一定要把字咬得很清晰，收得也要很干净。这是包括我觉得在唱流水的过程中应该是特别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演唱中经常会觉得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声音展现出去，但是当你把每个字的声音都展现得特别漂亮的时候，你忽略了嘴里的字，忽略了过程，忽略了字头，忽略了收音，就是一定要头脑特别清晰的，要去动脑子去想。那咱们这样单独唱一下，从这回从张杰开始啊。强盗新兵来作乱，不过是为物与金钱，倘若财物碎了，原也未必一定害人结仇怨，倘若女儿不早男爹娘回来的团圆，倘若是女儿走了男爹爹，他定要问一番，日今趁了儿心愿，落一过亲爸的身儿，我也喊小九泉。整体不错啊，金钱两个字，金是团字，金钱，对，金钱一个团一个尖，金钱听得特别特别。我觉得要告诉大家一个啊，尖团字虽说在京剧里我们其实分得很清晰，但是有些东西如果两个尖字碰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尖一个团，如果所有的尖字都堆在一块儿，如果都是这样去念的话，有的时候从听觉上感觉不是特别好听。但是说只要是团字的，我们一定不能把它念成尖字，但如果是尖字的，在我们觉着含糊的时候念成团字不为过。整体完成不错，就是尖团字一定要想着，梅派的烙音一定是上扬低了低了的劲。强盗新兵来作乱，不过所有的唱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力，很多技巧去装饰唱腔，但是恰恰我们要把这种技巧演示起来。跟名师学好戏，我在跟我学，等着您。作乱不过是为物与金钱，倘若财物碎了，原也未必一定害人结仇怨，倘若是女儿
不早，俺爹娘回来得团圆。倘若是女儿早了，俺爹爹他的要问一番。如今成了儿心愿，落一个亲爸的身儿，我也含笑九泉。好，整体不错啊，来。咱们试试枪刀新兵来做我论不过是威武与军情，倘若才无碎了奥运也未必一定害人结仇怨，倘若女儿不早难爹娘回来得团圆，倘若是女儿走了俺爹爹他定要问一番，如今成了儿心愿，落一个亲爸的身儿，我也含笑九泉。不容易，这么大的孩子他能记住这么多词儿。嗯，因为流水确实是一个我觉得除了细致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在数字儿。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的嘴里相对弱了一点，但是跟整体的他的气息啊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嗯，后头还有两句，两句散的。明知先进须防来，明知陷阱须防范。明知陷阱须防须防，放在这儿。须防有点不太敢唱啊，明知陷阱放在这儿，须防范，喘气啊，来。我们今天学了这个流水，整体咱们这一段原版加后头的流水都说完了。
那现在咱们有请乐队的老师，咱们从《本应当》唱一遍，好吗？
么《凤凰巢》选段呢，就教完了，就教到这里。在我们 CCTV 跟我学官方微博呢，有很多网友提出了问题。那么有其中有一位呢，描妆入戏的朋友，他提到了一个我们平时要怎么吊嗓子，这个我觉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尤其是我们戏迷票友，平时可能非常非常喜欢唱，但是大家要知道嗓子也是要非常需要保护的，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开车要保养，我们嗓子也是一样。那么每天呢，唱的时间一定要集中的一个时间去唱，而且不要过劳，因为作为专业演员的话，我们的嗓子也是需要休息的。还有就是在我们唱完以后，千万不要喝凉的东西，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对于一个声带来说呢，在我们演唱状态的时候，声带呢是会在一个充血状态的，那么在它非常热度有热度的时候，我们用凉的去击它，特别容易伤我们的声带。一切呢，根源唱的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声带，所以一定要为大家保护好这条嗓子。还有就是在我们演唱的时候，我觉得平时在我们唱的时候一定不要光去找我们的音量。对于声音的控制来说，音量是一方面，只要气力给足了，我们的音量就一定够了。所以不宜一味的去为了音量而喊，这样是非常伤嗓子的。希望我们的戏迷票友在关注跟我学的同时呢，下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手机软件唱戏吧，下载以后呢，可以同时进行演唱和学习。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定要把字咬得很清晰，收的也要很干净。强盗心边来作乱，不过是为物欲金钱，倘若财物碎了，好怨也未必的害人之仇怨。日字一定要是一个上口词呢，日日日，哎，那日这些上口字，包括我们尖端字，在咬的时候咬清楚，但是所有的唱腔的过程一定要放松。观众给我们的这个掌声，也不是给我们卖力气的，一定是有回味。这个唱腔是给他听着是有回味的，他才会给你这个掌声。拎起来马上要收住，这就是梅派最大的烙音的地方。唱腔是靠一个肌肉的记忆，靠你的气，靠你的位置，当然还要靠你的思想。